课程来讲解这样一个开局布局。那么这个在实战当中呢，对方选择了进车的走法，这步进车个人认为是不太好的。那么黑棋是有抢占先机的这一个棋，先拱一个兵，如果对方吃掉，那么我方大方上马将会利用对方这个车的位置，那么黑棋就进行走棋。那么在这个实战的过程当中，笑笑总结了几种红棋经常这个在接下来走过的这几步棋。第一个是进车吃马，如果对方进车吃马，炮打中兵啊，这个棋可以反打对方的车，反打车之后，这个棋相当于一换二，我方在这儿丢了个炮，在这儿丢了个马。在这个一换二的布局当中啊，我们认为是黑棋大优的局面啊。这个两个车比较开阔啊，这个马炮也得走棋。那么这个红棋呢，整个这个半边的子力并没有走。那么这个对方呢，这个丢个车啊，这个棋一般认为黑棋是一个这个优势的局面。欢迎阅读哥光临直播间。那么除了这个棋对方进车吃马，昨天一个夜九还走成了一个退车想要吃兵的这么一个棋。那么如果这么走的话，黑棋应该怎么应对呢，才能达到一个优势呢？这个棋黑棋要走一个车一平六。那么当对方摆车吃兵的时候，我方大方上马，那么对方大概这个棋会拱一个兵，拱兵的话，我方这个棋在这个局面下可以考虑飞象。那么对方如果选择退车，那么这个棋退一步马，对方这个车立刻难受，那么整个棋红棋基本上是属于崩溃的状态了啊！这个棋直接开局走完中局，这个就崩溃了。那么在这个局面下，哎，对方退一步车也是不行。那么这个实战当中还有红棋走上马的变化，如果红棋走上马的变化，黑棋通常会选择上马，哎，这个得以下一步进马登车。那这个时候红棋会选择拱兵，这个时候黑棋有一步非常精妙的车一平七。这个车一平七的目的在哪儿呢？在于这个棋准备拱兵瞄击对方的马。那这个时候红棋其实是有一个应解办法的，这个棋呢，如果红棋不走，比如说他选择补士，那么这个棋我方的黑棋肯定是拱兵，这一拱兵，哎，这个棋走到这个局面，对方这个马多少有点难受啊，这个棋还是可以的，谢我信勇哥的办卡啊。那么走到这个盘面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么如果这个棋如果这个棋我们看啊，红棋在这个局面上如果不补士，红棋有一个应解办法，对于这步摆车想要秒马，那么红棋可能会选择一个退炮。如果红棋选择退炮，黑棋不要拱兵，黑棋怎么走，选择这个棋摆炮拉住对方的马啊，是比较好的。如果你这个棋继续在拱兵，黑棋将陷入被动。为什么？这个棋如果拱下来，我方吃掉，还红棋先高车宝马，下一步再摆炮打车，这个车这儿来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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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这个车只能进一步，那被他打啊，这个车就显得比较被动了。这个时候红棋就是优势的棋了啊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啊，如果对方选择退炮来应接我方这步啊车一平七的话，那么我方这个棋先摆一手炮拉住对方的马啊，这个棋是非常不错的，为下一步出车做准备啊。这个棋黑棋还是很不错的，大家这个棋听懂的扣个66，觉得不错的小哥哥可以支持一下，再次感谢信勇哥的办卡支持。那么实战当中对方是怎么走的，我们来看哈。实战当中对方又走了新的这个错误的变化，选了一步摆炮来这个棋应对我方想要下一步上马。那么这样的话根本不用怕他，哎，对方这个棋拱下来就拱吧，是吧，我直接快马加鞭，一步两步三步四魔鬼的步伐从中路进行突破。那对方这个棋要吃了中炮就打了，对方要不吃的话，我这个棋通过退马登车的方式，哎，你看对方这个车的位置就被利用了。那么我方吃完兵之后退过来，刚好有一步先手，那对方这个棋马也走不了，这个车也走不了，只能走这个车，哎，我方又抢占了先机，同时退炮还有平炮再打车的棋等等。欢迎我智盈人生大哥啊！所以对方这个车呢肯定是要走错的，哎，这个棋就被利用了。吃啊！那么在这个局面下，哎，这个我方选择车九平八、车九平七，我感觉的问题不大啊。车九平八和车九平七这个棋的问题并不大啊。都差不多少，我个人觉得差不多少啊。这个棋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小哥哥问这个棋没啥事啊。